每一步都有恩典的记号，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个缺口。小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多困难我也要一直努力，这样才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。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。In his time, in his love, to God be the glory. I know that I'm not good enough. I made a lot of mistakes in the past. But there's one reason in my life that makes me who am I.And where am I? That's Jesus' love. And his love is all I need. 这份爱弥补了我生命的缺口，医治了我的创伤，让我越来越勇敢，不再感到自卑，因为我是神所爱的。你给我太淡了，他们只能陪伴度过那那里的啥需要，他们愿意陪伴的啥需要陪伴别人。哎，偏爱只亲密的交往，只能旅游去得来，旅游高明得来，快乐得来。哎，这几样咯，故我只能快乐难言。也是因为这份爱。我认识了永伟，我们即将要踏上新的旅程，愿我们都学习成为合神心意的丈夫与妻子，共同见证主的名。受感染的亚流送了来给亲戚了吗？偏亚地的高内亚流比如亚了。